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你醒了，太好了。小韩，你没事吧？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发生了什么？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哦，你掉进了那个山洞里，我们找了当地的救助人员，好不容易才把你救出来。好在啊，你只是受了一点小伤，却一直昏迷不醒。对于说你是没有什么大碍了，可能就是太累了。你饿不？我去给你弄吃的。这把流光怎么会在这里？这不是你的东西吗？难道是刚刚那个人落下的？哪个人？救你的那个呀，他好像还在外面，我刚才还看到他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拉东西了。是不是认错人了？